来，Hello， 各位，大家好，是白龙雪。白龙雪今天又要来一镜到底来拍这个电脑了吧？平啊，今天要来把它做个基本保养哦。还是啊，白龙雪已经升级变电动起子啊。好，开始哦，一镜到底的哦。哦，赞哦。还有那个电脑久了哦，就是它会那个，我当时要开机接触不良哦，或是那个啥。也吸墨时在跳那个消消，哦，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一并把它整理。那这个螺丝掉了，完全找不到了，你老母嘞！哦，来拿掉。啊，这个是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我这边啊哦，我拢有改用一个迄种风扇有无，咧吹迄个主机板的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耐热哦。看来差这个嘛害，这个想要换掉了，不应该是无害，但是顺便换啦。哦，先拆起来，然后里面我们要来换那个散热膏。哦啊，靠！别讲顶个白龙雪跳个，那个里面散热膏没有换，我这间换你看，安尼敢好？赶快你鼓料什么？料无？哦。应该是要先清清的哦，来，我们先清一下好了。然后那个风枪来这边，一样打开。这只还阁算无啥垃圾的。这个我丈母娘的电脑。拍巧嘞。这一支 S10 的手机很烂，他在拍那个那个 1080p 的，他没有办法切换广角，所以一定要强迫拍 4K。 他的内建功能真的做得非常烂，我要把它注射一下。哦，这个风扇无害，换这粒就好。然后另外旁边这边也顺便，不光盖垃圾，没有盖垃圾机出来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要来拆那个 CPU 啊！哦，镜头刷着，一镜到底，同学才能学到东西哈。伊这个转有哦。很简单，哦，给我头前诶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把它转开。正常，事实上，我觉得这个是不用定期换的。啊，但是白龙雪咧拆这吼，足侪同学拢，换好啊，哎呀，转开，拉起来，扭起来。伊这一般吼，原厂诶，一烧诶时阵，伊开始变软啦。但是一样，也是把它换掉。啊，换这个很简单，就这样把它擦一擦。啊，散热膏好坏，它也有分贵跟便宜的。白龙雪是买算上俗的，哎呀，迄毛迄一支讲什么来？都有含金属粉，一支敢那几啊百块。迄白龙雪目前买不起啊，目前啊。好，然后这个上面这边。把它吐掉就好了。哦，先讲啊，阮这是无专业哦，莫等下看者，你那个都白龙雪为虾米较无介拍电脑的 DIY 毋知？因为拢做侪老人，啊，拢做主见的，啊，来有的时候讲话都非常的直接，白龙雪拢会受伤，知无？哦，来，互相交流啊，这个没事就不要拆起来了。好 ，OK， 这个我再调低一点，安尼看较会水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一镜到底才会好耍。来这边，我是用这那起格这较俗的这，对啊，我换这支手机啊，它就最强的镜头 4K 那一颗，你就一定要开 4K， 要不然它也没有。他内建的 APP 也没有办法去，没有讲切换他的软体的那种，迄个啥镜头的
看他选哪一颗，拍照可以啦，但是在那个摄影不行了、啊、我用外挂的软体在拍，他就是没得讲，伊就高给你设嘞，他没有办法拍到每分钟60张，每秒钟60张那种的，哎呀、啊，好、哦、啊，伊这种的有哦，要装的时阵种规格的，这要装就是安尼，啊，你个设等，哦，再转回去，转回去，然后在压的时候，这个脚要非常的注意哦。来，哎，在这做个封面好哦，我想来捕捉一下。因为拍 YouTube 那个封面要看起来很可口，丢丢丢丢，好。水二群这里要注意，它干进去，你若干了亏，你这个座就毁了哦。哎呀、啊，啊白龙石是无咧惊啦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好、哦，大概四边的那个角都进去了。来，安尼用这个压一点。叮一声，好、哦，足清楚的哦，对角，啊头前，去用着镜头，哦，对角前面，哦，再这样，叮，好、哦、有没有听到？啊这边，再叮，换这边，再，哦有，叮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哇、哦，你安叮，伊就袂跳起来，安尼较对。要不然这个很多同学不会压哦，压在这边会失败，压个我要个跳出几帮，哦，就这样弄进去，这就是基本保养了、啊。干进去，然后这个 CMOS 的电池顺便换掉，啊，你这样拔掉它会断电，你再进去 bus 重新设定就好了。这种习惯差不多两三单换一盖。规格是2032的，这去买一粒无几十块，所以这个我大概有拆，我都会把它换掉。我袂去改拖足久的，紧呢、欸！然后放上去，日期顺便写一下。哦，较起来，这无够广角是要够麻烦的。20199月13日了啦，哎呀、啊，因为我嘛袂记是九月几号啊，凊彩啊。哦，然后要干进去很简单，就这样。哦，一直角度斜斜的压下去，咔咔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习惯机体，哦，这个要拆起来，机体你啊。固来无跳哦，因为那些开机也消消，哦，前面那个金手指我们要清一清，它会稍微出现氧化。啊，这个我用恁较标准的方法，我用那个橡皮擦。之前我都是习惯用那个纸啦，一般 paper 你知道，用那个纸下去磨就可以了。啊，因为橡皮擦我进前是较早捌镀过，它上面有镀金哦，有的时候你擦太用力。它上面的金箔会掉，哦，还会掉过来一点，都有它接触不良，哦，来，安尼摇，摇，对对对对，不用很大力，好，你看，小块凹凹无，这边也是，这边就比较看得出它明显有氧化一种斑点，啊，你若讲传统无，白龙穴方法，我就是。习惯拢用这纸尔，就这样子，哦，安尼买单。你看是不是就那个上面的那个，迄个啥，氧化的物伊都拢甲吐起来无？哦，这个是一种方法，啊，较标准。同学他们是习惯用橡皮擦，橡皮擦也是不错用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。DIY 的东西，它就是没有一定的规则，你能解决问题就好了。所以看就好啊，不要把白龙穴在那边嘴，好不好？大家互相好。之后我们装进去之前有屑屑，大概清一下。这什么规格？我看一下。
金斯顿，哎、欸，准备两 G 的呢。哦，这台电脑啊，到够久的。好，我就说哦，这一种以前这个卡准比较方便，两边一起打开就进去。啊，现在就做那个一边勾的，我感觉做倒单，遐无偌济钱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。然后后面这一颗排风的，哦，它不能坏，不能坏为，我们就是把它换掉。我的螺丝架是啥对啊？真霸呢！这一镜到底就是拢有这种歹处。好，哦，这主动的真好用。啊，这一支有拍开箱，哦，同学再去补课就好了。哦，赞！哦，我这唯一的是这支 S 十哦。相机那个镜头摄影没有办法切换，这个败笔，要不然这一支在拍，它那个解析度是非常高的。Try， 哦，这个我都习惯有把它锁了耶，都出来了。OK， 我，哦啊、这个快速接头要压下去，它就拉出来。啊，这啥？不管有坏不坏，这个我都会换掉。哦吼，白龙泉哇，这是标准一般的尔，直接去买二三十块那一种。啊，你如果说要求比较高，你可以买那个滚珠的。哦，滚珠的那个会比较耐用。啊，这是一般的油封式的。哦啊，什么叫做油封式的？我拆给你看。你这有无？你得甲开开。哇！你看，伊只连用一个洞拢无啊！伊内底就有塑胶哦，塑胶久了之后，它这边就会抠抠抠啊，所以它就会出现异音。啊，你若是迄种滚珠的轴承，则就是有迄个皮鳞，系啊。好，听这个破，靠腰哦哦，气死呢！我再去拿一颗，这个要跳镜了。讲讲。这跳镜无算啦，这边嘛是算一镜到底，我不管。所以这个东西吼、哦、做得很烂，要的话也是要买贵一点的，我家的感觉。哎呀，够两公的吼、哦，上次在组装也是遇到那个压坏的，啊，他这个吼、哦、在排，我记得是他以前安尼摆出来，哦，所以你如果这样装的话，它是松风进去，一般我是习惯把它推出来。好。上面叫做推出来，你要风给背出来的。然后这个锁的时候，我一般是习惯用手动锁，但是这么有电动的，咱就用电动。但是这个力道你不能太大，要不然会滑牙。好，来，看好用无？哦，赞！哦，这个力道刚好。但是你要转栏的时候嘛，是要注意的。好省呢！哎，对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它这个扭力到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停呢。哎、欸，这跳，这个聪明，哎、欸，这个好用。另外一粒走一对啦，真棒呢！好，哎、欸，未歹，最好用。好来，然后这个配线一样，换主色，来配一下。哦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我这配线哦，没有一定规则啦，这里看恁的感觉呀。啊，这个把它接上。啊，有时候再接哦，它这个里面这个头如果打开，你就倒就拍倒。好 ，OK。然后白龙穴 DIY 那个啥，最高境界的是眼不见为净，所以线我拢直接把那个弹入去搞咧呢。好，锁住。哦，好，好了。好，安德啊，这个基本上我是不会插的，因为它不会掉进去就好了。啊，大致上看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机壳装上了，安德就大功告成了。所以这个基本保养很简单嘛，哎呀、啊，后面这边，啊，刚刚有一颗螺丝。
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我再过来找的。来，再来。哦，这个这一种我比较用喜欢用这一种，它是用手下去可以这样直接转，很方便，方便转袂过。好，再来。然后因为没有风扇的这一刻就不换了，因为这个是好的啊。一般还为它这里会卡住。好，然后进去这个就是因为我固定在这边接的嘛，我就一样这样把它干进去。这边有风扇的好处就是它会直接吹到这一颗晶片，哦，啊，较早的晶片有什么南桥北桥有哦，哎呀，啊，这么来讲，伊就直接当吹的，啊，你啊显卡有装上去的时候，显卡风扇倒掉很容易坏掉，如果坏掉至少它还能吹，哦，这是白同学，迄个啥独门 DIY 哦，不专业 DIY 一种做法，啊，这个线甲控制好势，才不会。你那个电脑的时候，有时候在寄送，你的弯的叮叮当当，它要去卡到里面的风扇。好，这样弄上去，来螺丝，哦，两颗把它装上，安尼就大功告成了。啊，后续你若爱去看电脑 DIY 哦，白龙雪再来拍啦。啊，伊种物件哦，足侪人会晓的。啊，但是怎么讲，白龙雪就是以那个啥简单易懂的方法分享给同学，好，好，感谢收看。这一颗螺丝找到了，顺便把它补上，啊，不会强迫症的同学看到哦，也讲做难受的，爱去订阅啊。